欢迎来到萌宠动物园。狗狗在野外发现了两个大西瓜，打电话叫猴宝宝开货车过来拉回家。猴宝宝开车不小心翻车了，太危险了，幸亏没什么大事，车也没坏。猴宝宝过来就用力的想把西瓜搬上车，狗狗你也不知道帮忙的，等下回去不给你吃。好了，我们驾车回家吧，狗狗你在后面跟着。回到家，我们把西瓜切成两半，挖上一个洞，把切好的苹果、西红柿都放进去，旁边再摆上橘子，再淋上酸奶，这样的水果沙拉就做好了。我们可以开吃了，看看他们吃的多香啊。狗狗你刚都不知道帮忙的，你现在还好意思吃，你不脸红了？